牛奶很好啊，爱吃 cheese 的我啊，毛孔阻塞出油。准啊，是林医师，为什么大家都想说啊，我要补充钙质，我可以多喝牛奶，多吃 cheese， 然后所以呢，有一些人他就会每天吃很大量的 cheese， 吃好几片的 cheese， 或者是好几杯的牛奶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的皮肤本身就已经是偏油性的话，当你补充过量的油脂，你的毛孔容易造成阻塞。那这些阻塞的话呢，就会让你长痘痘，而且这些痘痘呢，它积到一定的程度，它会开始化脓跟破掉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增加毛囊炎的几率。其实如果你本身就是皮性的油性的皮肤，那就不应该摄取大量的含油脂的食物，这样子会让你的毛孔阻塞跟长痘痘。其实女生真的是有时候不小心就自己手乱挤啊，导致我留了很多痘疤。所以我朋友跟我说，哎，这个不错用，它就是一个面膜，我可以敷在脸上，它就是专门针对毛孔就是粗大出油的人，然后来就是可以做这个来调整。我发现我用完之后真的比较不容易长痘子，所以我还蛮推荐，就比较温和又可以清洁。在哪里买呢？网络上就可以订，超方便。老师，你废了，他会了。对，我觉得你急需要一个平台。对，真的。所有你我要你怕麻烦的。我不要太多家，我只要一家。一家对，什么都可以。对，什么都有。对，像毛孔出油的部分，我真的觉得，因为女生只要长期化妆，对不对？你毛孔一定会堵塞。对。然后我平常用的也是女王级的享受，我用的是这一瓶被誉为全世界最好用的卸妆，它超厉害。因为我本身在擦身体，我都用精油嘛。卸妆乳。这一款对，它是卸妆乳，它打开是怎么样？你看，我用到快没了。国际的美容上面得到无数的大奖。对，它里面全部都是满满的精油香味跟天然的可可脂。所以你用的时候，你就是挖一次你在手上，它会融成油之后，你就可以融掉你所有的彩妆，然后呢，再用它这个特殊的织法的布，再浓的都能都可以卸掉。对，然后你要搭配它这个它配的布，对，然后你沾热水，在热敷之后啊，我跟你讲，擦下去你那个眼线啊，所有东西全部都卸掉，还要热敷，就是它，对，它就是这个布跟这个东西，因为它是油脂，所以你一定要热敷，让它融进去你的毛细孔里面，把油脂那些彩妆全部卸掉。你的话就不用了，你就大概一点点温度就好。对，然后弄完之后你就不用再用洗面乳了，而且弄完之后你那个皮。不是滑的，是不用再上任何化妆水，它就是卸妆，它不算好。对，但因为这一瓶真的是女王的价格，它这一瓶真的太贵，快5000块台币，所以通常我都会去偷东西，那个网站大家都知道嘛，对，那边都可以偷到很多东西，可是最便宜的时候还是那个光棍节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他们今年3月8号有一个我的节，叫做女王节。那时候怎么？我设计的节叫女王节，它有最低折扣可以到5折，而且你如果配合你的信用卡，女王节3月8号不是妇女节？没有，现在是女王，我们不是妇女，我们是什么？女王，我们是女王，我们不是妇女。这个光棍节那个时候，对，所以现在光棍也不会用光棍了，就会用双十一。双十一，对，现在有一个女王节，对，有一个光棍，专门针对我们这些想要买很厉害、那种价值很好的这些国际产品，然后包括戒指、桌上那种东西，全部都有。像我这个面膜也在那边买的，然后我发现最划算是因为它现在就是你只要固定时间上线，它会送给你优惠券，对，然后重点是每个店家都还有折扣券，对，然后如果你愿意跟他玩游戏，他还送你再折抵优惠券，他会有光光卡。等一下录完就帮我申请一个账号，真的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他现在运费哦，你在那边买灯具是不是那个？我全部都买，他全部那边很好捞，我现在全身上下都在那里，想不到。而且重点是他可以现在运费有折抵，你知道像我们这种精打细算的女王，一定要在上面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这种好康，你那个我跟你讲，运费折抵现在已经不算了，现在有一个更好的是，他现在有所有的集运，然后更便宜，等于说你的运费半价集在一起，然后送到你家。对。集运可以用，大家直送他，可能运费直接半折给你。比方说，你们这边就一群，对，可以一次这样子，可以小单，快乐哦。那个 Sam 老师也买蛮多的。等一下，我都叫他帮我买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一个公司，对，太方便了。而且来一个地址吗？一个地址，一个地址，多个地址都没有关系。但公司有那些贪小便宜会偷抽一条的那种。而且就是今天穿的高跟鞋很好看，也是在那边买的。对啊，你给他看他穿的鞋，因为那个网站真的太方便了。我的衣服也是，我的衣服也是。你看后面，你看后面超便宜的。老师，你猜看这双多少钱？3000块。没有，没有，侧边700块，700而已，对啊，很好看，对啊，在那个网站上面捞出来的，很好看。我开一个，没问题。你也可以3月8号自己去啊，因为我们都是礼拜二录影，不如这样，我们请那家公司的人来，怎么样？帮我们开一个账号。那家公司他们在那边，就是以我
们这边为主的。但是那个折扣节真的要。老师就是你，不是一个礼拜会 shopping 一次吗？对，你就准备礼拜二来。哦，对耶，我们可以集，我们可以一起寄，干嘛给你们凑？我自己就可以。你不要跟这种一般平民，不要跟我们平民市井小民这样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么好用，我自己的量就够了。对啊，因为这什么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怕你想要买一些无 A 不 A， 我不方便寄到家。太久了，一些私密东西。私密的啊，对啊。有一些对，怕被师长看到说你呀，你怕被范范看看看看。害羞，害羞起来。好，哎，妮娜要说说是不是？像我就是还蛮推荐，就是这一罐化妆水，就是真的是韩国的神仙水。对，它就是，其实他们之前就是说它就是韩国的轻擦露。对。但是它的价格就是大概只要十分之一。这么便宜，这么便宜，不到十分之一，不到。对，然后是说最专柜的十分之一，对，因为千层可能还不到，非常 OK， 而且它在也是在网络上就是都可以买得到的，是正货，是正货，平民青春露就对。对，然后因为它是浓，就是纯度还蛮高的玻尿酸，老师可以挤，就是挤出来看看，因为其实有时候长痘子可能是因为你皮肤就是油水不平衡，对，它主要是保湿。而且它可以就是做一些简单的修复、淡斑之类的。然后重点是因为它超平价，你可以从头用到脚，从头用到脚，就是不会全身都可以用。因为现在有大品，因为夏天要穿凉鞋啊，穿凉鞋。因为女王夏天要穿凉鞋，所以脚也要保护，脚趾头要漂亮。穿凉鞋最害怕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什么？脚臭。刹车的时候脚叉出来，沾到那个地上的灰尘，有没有？哎，一个急停的。脚叉出来，有时候还叉断，有没有？而且因为它其实真的就是全家就是都可以，它男生女生都可以，因为像我们家就是，就是妹妹、妈妈、爸爸都是用同一罐。这罐大概多少钱？就是我想购物节的时候，可能不用到一张500块都可以。特定的节，是说他刚刚说什么？因为他平常的时候就已经很便宜了。我想3月8号他会下杀到5折。对，你现在好，要自己上网找一下。以前三八妇女节嘛，对，弄得我三八妇女节讲起来怪怪的，对，不能忘记。三八会觉得好像是有点忽略的，对，叫女王多舒服，女王是不是？对，所以这特定节日去买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更便宜，就是因为他可能现在折扣还没有确定，但是我觉得任何东西就是在3月8号那天，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大杀。特杀，对。哦，现在3月8号变成一个这个日子，对，可能比父亲节还重要了吧。对，爸爸是一种，对不对？爸爸有时候也是需要礼物的。好，大家呢可以平常可以多上网自己买自己需要的东西。你会网购吗？啊，很少哎。很少，很少，我可能你实在太忙了吧？嗯，对啊，我都平常大概你有要伺候女王吗？没有，你单身吗？伺候自己就伺候不完了。哦，那你可以买一些无微博会伺候，宠物用品非常会买，对。但是呢，如果大家现在平常上网买自己的东西，尽情的用，不小心擦坏了皮肤呢，就要来找医生啦。因为很多人像上次有一个女生，她也是上网买了一些东西，但是她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适合自己的，哪些东西不适合自己的。偏偏呢，我就问她说：“那你平常脸上会擦哪些东西？”她是一个油性的皮肤，然后长了很多的痘痘。我说：“嗯，好，那你平常会擦哪一些？”她说：“我会用粉底液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好，还有呢？”我会用卸妆油。哦，好，还有呢？我会用超过50+的防晒。我说那恭喜你啦，完全挤满了所有会长痘痘的条件。对，所以它这不是基本的，那不是都应该。如果你已经很会长痘痘，就不能用润色效果太好的产品，因为润色效果太好的产品对很多油性的皮肤来说的人会太油，所以会塞住毛孔。然后很多人长了痘疤就更想去遮它，所以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，因为遮瑕膏也很油。对，所以呢，就是如果遮瑕过度或者是擦过度润色的，就会造成毛孔的阻塞，而且我们刚刚讲很多医美，但是呢，长痘痘是没有办法用医美治疗的，它就必须要乖乖的擦药，哦，就是擦一些代谢角质的药物，或者是抑制你的毛囊或者是毛孔发炎的，这个就没有办法说靠医美就把它整个在2-3秒之内就把它弄好了，因为医生毕竟是医师不是法师，对，所以呢没有办法用变的把你们的痘痘一下子就变好了，对。好，我
看第六名的做法是喜欢吃甜食。That's you。哦，不对吗？竟然会皮肤暗沉长皱纹。准准准准。沈伟如啊，对，可是我没有长皱纹啊。但是你很黑啊，暗沉。走开。对，你算对，但是我是肤色本身，我不算白，但我就是黄皮肤龙的传人呐、啊。不是这样，可是他你真的很爱吃甜食啊。但我可是我没有因为吃甜食变暗。可是伟如，你有在追求白这件事？也有。他说肤质好啊，怕晒黑啊，我怕晒黑，可是我的肤质很好，我就是女王般的肤质。好了好了，李医师，好了，我们要讲说为什么吃甜食会造成你皮肤容易老化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长时间你的血液在高血糖的状况之下，那些含量过高的血糖呢，它会去跟你的皮肤的一些结缔组织附着，所以结缔组织就是脂肪细胞、胶原蛋白，这些都是属于结缔组织。那附着了之后呢，它的结构会开始改变，那它就会本来是很有弹性的橡胶，它就会像晒过太阳的橡胶一样，会脆脆的。所以它就很容易因为一些外来的伤害啊，或者是一些它本身抗老的过程修复的能力就会降低，所以它就容易脆弱跟断裂，因此这一类的人就特别容易长皱纹。